难受不难受？这能给我压死，我是没想到的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哇，这女枪配炉仙，我没想到，我以为是个乌鸦啥的呢。啊，不是，这俩下路，这种族这上路啊，猴儿，猴儿是吧？猴儿，嗯，猴儿。确实不应该让他出的感觉，一张牌都不能让他出。猴是吧？洛克法的力量，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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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猴，嗨，猴，嗨，猴。闪现了，浪费了我一手点烟。我的大斧早已饥渴难耐了。走位还挺好。别补刀了，猴。快点参战。猴是吧？走位是吧？彻底消灭！走位还挺好，个老猴。随便吧。哟，一没出来，我靠！哎呀，这有点烦，这怎么一没一出来呢？掠夺吧！差一点点，刚才那个一出来他就死了，没一出来真实伤害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塔下杀他是赚的，塔下没杀他也不亏，无所谓。来，控波兵线，下波这个猴100%要死，因为我有疾跑，他没闪现，他是必死。让我撇到一个斧子，对不起，这猴死了，会被我疾跑直接一直追，追到他们家塔下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玩这老猴还不吃兵，不吃兵好使吗？行动吧！再控一波线啊！等着猴上线，下边有点烟，再用点烟把他杀了。你别让我撇着你啊，老猴！我再砍，猴是吧？猴，完了，点错了，点烟点错了。哎呀，猴是吧？猴，猴是吧？猴。
哎，猴！哎呀，我点盐还点错了，猴！猴！好，怎么来了个小丑呢？带个扫描来。我正要去。为啥不走呢？走啥呀？这种兵线你能走啊？那你真挺厉害，兄弟，我肯定是走不了。我杀完人这种兵线，我没办法回家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能点个脸跟我说为啥不走呢？能回家，你回吧，我回不去。真的把人杀完，兵线空在中间，你自己不傻逼吗？兄弟，咱就能这么傻逼吗？我一直以为都很聪明，我没想到能这么傻逼。那我送回去我也得推呀，我就送不送回去这波也得推线啊。你不可能你杀完人晚上把兵线放中间了不推了，哎，你说我残血我回家，那我杀他为了啥呀？那我不如不杀他了。猴是吧，猴猴猴猴猴是吧，猴。我的大斧早已饥渴难耐了。猴是吧，猴啊，猴，好猴啊，交闪现了是吧，猴。猴是吧，给你个白斧。你要是这波我不走，那我是有点小贪。上一波还能说出来我贪这种话，兄弟，哎呦天！这游戏理解是真是不行，真的太菜了那也。啥游戏理解？猴是吧，猴？我的炮车，哼，我怕我把那炮车吃了，他再遇着我了，因为我们撇斧子不得回头吗？你知道吧？算了算了，不吃不吃拉倒，没关系，正好还能空波兵线。行动吧！这腰子这么惨吗？这腰子，那猴上哪去了？谁 killing spree 了？赶紧把他一塔给他拔了啊！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快点参战！哎，我们不拆了。小丑是吧，小丑，猴是吧，猴，猴，科学战斧，小丑是吧，小丑。
啊，小丑，小丑是吧？闪现小丑是吧？哎呦我，闪现小丑。卢仙是吧？一会儿我再收拾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先放你一马。你等我回家的啊，卢仙，别着急，卢仙，俺俩指定没完。嗯，俺俩肯定是没完了，卢仙。这猴在这等他一下子啊，看这猴出不出来。他出来算了，不出来我们把这炮车吃了。这猴以为他能躺赢，我告诉你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这奥纳夫啊，现在就一句话，你们想让谁死？2900，差50，把这边兵收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我已经无敌了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就这卢仙了，行不行？我先拿这300，再拿这300，最后再拿这150，把他那个秒表给他打出来。来，我们帮一波腰子啊，帮一波腰子。好，上车，卢仙是吧？卢仙是吧？啊，小丑是吧？小丑，这是真的啊，这是真的。来，小丑是吧？歌血战斧，小丑是吧？假的是吧？小丑盒是吧？看看能不能上高地啊，算了，去一边中路啊。有红没？没有红。哎，上边高地吧。来，在这等一手啊。行动吧，在这等一手。卢仙啊，卢仙先吃个药来。卢仙是吧？卢仙可血战斧、卢仙还敢玩卢仙？在这等着 ADC 啊 ！ADC 是吧 ？ADC 是吧 ？ADC， 还敢追我？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去下路拆塔。直接放峡谷先锋合不合适？放了吧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其实不放峡谷先锋，我也能拆得掉。乌鸦是吧？啊，乌鸦，可。现实，我压死吧！快跑！猴是吧？猴！算了。哎呀，居然闪现了！
来个铁板鞋，出个血色欧巴掌。谁给我终结了呀？这乌鸦美甲窃魂卷十一层啊！下波我不杀他，我就不叫奥纳夫啊！下波我要不杀他，我就不叫奥纳夫，别让我逮着他！这瘸子还跑这么快？乌鸦是吧？乌鸦，乌鸦！乌鸦是吧？卢仙是吧？啊，卢仙是吧？赏金是吧 ？ADC 是吧？还敢出美甲窃魂卷？把这小龙打了，兄弟！假的呀！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猴是吧？告诉你这猴啊，别上来这猴，猴是吧？猴猴猴猴，科学战斧猴猴还敢上来猴？谁也别惹我，我告诉你。乌鸦是吧？打龙是吧？打龙是吧？乌鸦是吧？乌鸦，乌鸦，乌鸦是吧？啊！卢仙是吧？卢仙是吧？那没办法了，这就没办法了。刚才没有血手，刚有血手还行。刚才谁杀的我？我想知道，是卢仙，是不是卢仙？好，卢仙啊，卢仙，哼，卢仙。小小卢仙，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乌鸦是吧？啊，卢仙是吧？卢仙是吧？啊，卢仙是吧？是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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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扫一下，瞅我是吧？啊，哎，弟兄，敢瞅我？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你旁边有个猴。猴是吧？猴猴。哎呦我！哎，你去是吧？哎，我是吧？哎，我是吧？卢仙是吧？啊，卢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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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跑，光头！这个是真的啊，这个是真的。寒冰是辅助吗？寒冰不是辅助，把这撇了。还得是右一点，不够那么特别的右啊！小心点左边。
不行了，我跟你们说，不能这么死了。虽然我们身为一个莽夫，就是得莽一点，但是我们不能乱莽了。掠夺吧！哎呀，刚才龙是他们家的呀，我们现在得一个一个来了啊！我打个红。哎，地西。红 buff 是吧？嗯，先去下路收一波兵啊！别管下路出现谁，我正要去越塔杀，两个人以内越塔杀，猴是吧？路线是吧？嗯，路线客气的死，小丑。假的是吧？呀，小丑是吧？乌鸦是吧？乌鸦是吧？乌鸦啊，乌鸦是吧？哎，这干哈去了？这不行啊，这样可不行。我点死他 ，nice。把高地拆了，我往前点来，小心点那个猴啊！走吧，别装了，走吧。猴是吧？小丑呢？小丑，别让我瞅着你啊，小丑。小丑，小丑，偷袭是吧？不讲武德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反甲要不要一个呢？嗯，魔抗要不要点呢？不要魔抗了，我整个黑切。自言自力啊，我觉得我不太需要魔抗哎。他们家又没啥魔法伤害，那乌鸦打人不掉血。你看，我给你看看那乌鸦打人掉不掉血啊？乌鸦他打人那都不掉血。谁来军带嘴了？我这大光头14杀，猛啊大光头！你咋的呀？你咋的呀？我想问一下呢，你咋的呀？还有闪现呢，没办法。